军工厂，踢墙，我直接去小木屋。哎，小木屋必定有人。哎，这么快就有耳鸣了。哎呦，门口有脚印，我等一等，放个夹。哎，耐不住性子，哈哈哈哈，拿来吧你，一刀，看他往哪儿跑。也耐不住性子，一下骗鸟没骗出来，没事，踩掉。我操，空钩了！哎，你小子啊，哎，空钩了是吧？那没事，就不抓先知了，先知鸟快好了，咱们抓这个昆蛋手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大哥刚刚有没有看到，我看到那个鸟的特效出来了。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然后飞轮，哎，对，哈哈哈哈，哦，从未如此美妙的开局。还有一个人，哎，不管，先挂上。你们两个还不跑啊？哎呦，想去救？想都不要想，哎，嘿嘿，有没有人来救？有耳鸣。不来救的话，先知要带鸟去世喽。哎呀呀，你个技巧手，居然还敢来救人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没有志气的，你小伙子啊，想跑直接去窗口，然后勾，我不信你飞轮好了，你 CD 还没好，没有好啊，你叫志气的，你躺着吧你。哎呦，耳鸣来了，就在这附近，夹子先放上，看看人在哪儿。看看人在哪里，回去救了吗？不应该啊。哦，在这儿。哦，进木屋了。哦，进木屋喽。哦，你小子。哦，哦，不对。哎呀，其实刚刚应该打个落地刀的。哎呀，可惜了。没事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梦中捉鳖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买了新皮肤，绝世美颜，对吧？一个蓄力刀，好，带走。还敢在这修机？哎，完了，我忘了。哎呀，是二键，不是空格键的。哎呀，按键有点不习惯。还有个前锋，偷偷摸摸的，想干什么？偷偷摸摸的，你想干什么？要拉球？那不管你，还想 OB， 满血 OB 是吧？交球，哎，对喽，然后去签，前锋5秒 CD， 他还想过来撞的，绝对想过来的。好，后撤一下，好，空气，哎，你小子，哼，心思拿捏的稳稳的。因为我当初也是个前锋玩家，我操，怎么招数了？算了，前锋还在屁股后面跟着，律师倒了，你还在跟，你还跟啊？啊，跟不跟了？跟屁虫，小前锋，准不准？跳跃，哎呦，抽刀，好，抽到了，翻板还翻，哎呀，算了，不玩了。挂过去，律师开始挣扎了，古董商也过来了，我先打这边的声东击西，好，爽，烦死了，一会儿再来收拾你，古董商直接一个蓄力刀，好，再见。哎呦，小马孩，我看到你了，抽刀，嘿，抽对了，有距离，闪现，啊，闪啊，哎，没事，不急，一个蓄力刀能带死。哎呀，我操，嘿，闪现一击，前方铁在前面，箱子没摸，哎，看到了，受伤特效暴露你啦，一屁股坐死，好，小前锋。现在是杰克时间，杰克启动。哎，小伙子别藏了，
好，一个误认。哎，控制好距离，一个蓄力刀。哎，好，哈哈，开局不到十秒钟啊，不对，十秒钟。速溶古董商，手感这么好，今天一定今天一定让他们大败而归。哇哦，太美了，这风景。敢不敢翻？你敢不敢翻？不敢翻，哎，怕我闪现，我一刀，哎。哎，
哎呀呵，没事，我还有飞轮，抬不抬手？抬不抬手？他用触手飞轮，哎呀，我他妈摁了，我真的摁了，我真的摁了，受不了一点。哎呦，好推，好推，给我，哎呀，没躲掉，哎呀，哈哈哈哈。目送升天还带只狗，目送升天还带只狗，啊，可以跑了，哎呀，笑死我了，天哪！